乖了，正常。我的这个可能看起来有一点难看到了，有一点小事这个东西。一块玉，这是一块玉，它是一个豌豆的一个玉，是我小时候我爸爸送给我的一个玉。对，然后因为，所以豌豆它的意义在于它是团圆，在这个大家庭里，大家团圆，完成整个公司这个的梦，就可以完成每个人的梦。所以呢，我想把这个寄托给大哥了。把传家之宝给你，我觉得你不敢收。这个有点太呀，这个有点太。不要紧，我们私下解决，我们私下解决。但是这个心意真的很感动啊。林夕 ，Angel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夕。大哥，谢谢你们艺人，谢谢。将来的路要再加油。是，谢谢凤姐，谢谢制作组。